十月是什么星座？金秋十月，丹桂飘香。十月作为国庆所在的月份，广受大家欢迎。十月份也有受大家欢迎的两大星座，天秤座和天蝎座。天秤座常常追求平等和谐，善于察言观色，交际能力很强，因此真心朋友不少。但是天秤座最大的缺点就是面对选择总是犹豫不决。在电视剧《延禧攻略》中，乾隆皇帝就是典型的天秤座。乾隆皇帝多情且专情，他既懂手段又善于结交，充分体现了天秤座强大的多面性。天蝎座是有着极高判断力和敏锐洞察力的星座，出生日期为10月24日至11月22日。明代杰出军事家戚继光就是天蝎座人，他的一生为国家立功无数。他最出名的是荡平倭寇，并在塞北抵御蒙古，撰写兵书，发明新阵法，每一步都给人以天蝎的神秘莫测以及谋略敏锐特性。